埋热搜被禁。周笔畅、张雪迎、张若昀是这么回应的。各位小橘子都知道，新浪微博热搜榜暂时被撤掉了。而昨天，微博管理员公布了一月份刷榜行为突出的话题和热搜词，其中包括周笔畅回应孙红雷向瓜子索赔一个亿、国民小媳妇萧炎吐槽大会马景涛等，并做出了三个月不能再上热搜的处罚。不久后，周笔畅工作室就回应了，钱都用来做音乐拍 MV 了，买不起热搜，同时表示这个黑锅咱真不背。紧随其后的还有孙红雷工作室。张若昀工作室。张雪迎工作室。